台湾艺术大学甲艺术公司合作，用东方故事的山海经人物来戏影片，嘛用伫 VR 游戏开发，要斗三工学生来较早了解相关的产业，打造着东方的 Marvel 英雄。对着宝宝演戏考验演员的演技，嘛爱到山顶来拍片。翕的过程当中，拢有艺术大学的学生来参与。经过一冬外的筹备，还佫有规划，学校佮艺术公司所合作的计划案，再次来举行着成果发表。除了经典片，还佫有 VR 游戏开发等等的创意。我活到现在20岁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有人跟我说，我要跟筷子、吸管培养感情，我要带感情的去摇动他们。计划主题以上古神话《山海经》的人物为主题，要打造出东方漫威的概念，让东方元素的英雄角色嘛，会当变成是一种代表。艺术公司讲，学生的创意真多元，成品的质感其实接近要商业化的程度。师生里面得到一个实物的接轨的部分，第二个也建立我们的业界跟学校里面一个更密切合作的机制。学生的这一种想象力跟创造力啊，是真的不可限量的。台湾年轻人的这品德跟忠诚度啊，是企业呢很难得找到的。这个主题是由得到新传奖的魏涛所创作的《山海经》为主题，从事20几年创作的伊，对着这个合作非常而乐，因为学生会当用现代科技的方式来诠释着上古文化的人物角色。伊嘛真期待后礼拜伫咧网络平台播出了后，会有更加大的回响。记者王刘婷、陈显坤共同报道。